2012欧洲杯，意大利成功晋级四强。比赛场上面一个焦点呢，就是前锋迪亚曼提了。但是他除了是赢球功臣，其实他还是台湾女婿。欧洲杯，意大利对英格兰战局紧张，背后22号的意大利前锋迪亚曼提顺利踢进关键球，意大利成功晋级欧洲杯前四强，球员欢欣鼓舞，台湾人也跟着一起骄傲吧。因为表现出色的迪亚曼提可是架杠的台湾女婿。带着棒球帽、黄皮肤又带着野性、健康美的女子，就是迪亚曼提的台湾老婆谢佳怡。她出生于台湾，2岁时随着家人移民到意大利，两个于2008年结婚，育有2名女儿。在意大利担任电台主持人的她，名气可是丝毫不逊于球星老公。小两口的感情非常好，迪亚曼提的右背上不仅刺有中华民国国旗，还有诸侯等中文生肖字样，代表着对太祖的深爱。果然是爱就要让全世界知道。他更多次在进球之后脱掉了球衣庆祝，露出有着 I love 谢字样的内衣，把进球献给老婆。谢佳怡平常都会带着孩子到球场帮老公加油打气，这回迪亚曼提立下大功，成功率队晋级四强，也让千里之外的台湾球迷与有荣焉。中央新闻加线报道。